今日介紹嘅怪獸就係佢啦，大斯特洛伊亞集合體。下面有啲解說嘅，咁就唔多講啦。咁其實上咧，佢咧有另外一個形態嘅飛行形態，但系咧喺呢只 game 咧就冇 show 到出嚟啊，因為有呢只形態同埋嗰個飛行形態合體咧，就成為咗破壞王怪獸 Destroy 啦。好，我睇下啲劇照啊，呢、這個地人版好犀利啊！佢由好多隻嘅迷你版嘅佢合體而成。呢張就係遊戲嘅卡牌啦，佢令到坦克車咧，即係高一級嘅士兵咧，提升攻擊力有13秒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